英国王室最美的名媛，各个珠光宝气，优雅有魅力，你被谁惊艳到了？戴安娜王妃，戴安娜王妃，英国王储查尔斯王子的第一任妻子，亦是威廉王子和哈利王子的母亲。她是如此的美丽动人，深受国民爱戴，被誉为世界上被拍摄最多的女人，也被认为有史以来最时髦的女性之一。此外，戴安娜王妃与她心爱的珍珠珠宝相伴，度过一段美好的时，令人惊艳。伊丽莎白二世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是英王室最美的典范。年轻时的颜值更是高的离谱，一颦一笑尽显倾城，难怪会令菲利普亲王倾心了。最主要的是，英国女王优雅的一生，伴随着各种各样的珠宝首饰，点缀其不凡的人生。除为女王登基加冕王冠及圣爱德华王冠，王冠上镶嵌了多达3000颗的各种宝石，可谓是珠光宝气。凯特王妃，凯特王妃，英国王储威廉王子的妻子，官方称号是王室剑桥公爵夫人殿下凯瑟琳。她的一言一行备受媒体的关注，出众时髦的着装也让她成为下一个新的王室时尚偶像。此外，凯特王妃所拥有的珠宝中，不仅有来自英国女王的馈赠，她还会从各种高端产品中亲自挑选。图中凯特王妃手上的戒指来自戴安娜王妃，市价为30万英镑，有着非同的纪念意义。注：奇闻解密原创文章，未经允许不得转载。图片来源互联网，版权归属作者。